欢迎回到阿辫子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宪，今天是大年初五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特别企划，我们今天准备了西瓜岛啊跟那个扑克牌，然后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企划，是我们要去找各个不同的 YouTuber 赌，然后比大小，对方来开他要玩哪一款游戏，以及他要赌多少钱，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一起赌。我们要赢就会有周周啊。你说，我们邀请我们的周周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已经。这个节目一定在臭，你真的是。哎、欸，今天这背景一看就知道在哪里了吧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的第一站，我跟这个男生算是有合作过了。有合作过了。我们还有一个团体。欢迎我们的金帅男孩，还有我们的。如果不是下一次，欢迎吉普赛男孩。请吉普赛男孩为我们带来一首歌。不要乱 Q 了。那我先小赌怡情。好，1000块是，先试水温，来了，手气，吓死，哎呦，还有吓死人，差点十点，吓死人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七点呢，收庄，哎，要倒，失败了，哦，险，哎，这样收庄来不合理吧？这个骰子跟这个哦，都是我们带的，哇，你们的大龙电锅来了，再1000是，再1000，然后我以为你会拿2000出来，没有没有，我放2000。你有感觉是不是？我感觉，你确定呢？你要确定呢？突然有点紧张。游戏 boy 的部分，来要推一下。好，七点，够了，勉强。来了来了，就有出手运呢，好可怕。刚刚一定说1000就好，有人说啊再加1000。没有没有，我放2000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有感觉是不是？我感觉。来一千块。再签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你要再赌一次？啊！失败了！哇！六！哇！我惨了！新手运，新手运，来加！有了！赢了！赢了！再回1000！哎，其实没有很开心，这是我的钱。怎么样？继续啊！还要吗？再2000，再2000喽！赢要冲啊！赢要冲，输要说。这样吧。9点。来，给报告。谢谢。谢谢。那我们再讲全说了，好不好？哇，毛起来！全说了，这边5500啊，5500不漂亮，我们就凑个6000吧。啊，6000的对决。哇塞！瞬间紧张。Pass。说我们家喊 BG 啦。可以了，你的奶粉钱，爸爸帮你省起来。好玩就好，大家都互相就是帮忙，那么就我们第一站就输6000，我现在有点不太好意思。好了，我们去我们的下一站，拜拜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好的，下一站来到我们的智奇奇奇。没有想到智奇竟然会答应这个赌博邀约。然后他也说，哎，如果我赌输的话，我们可以换打宝可梦吧。哎，不可以这样，拿你拿什么东西？我们现在就是运气。今天的游戏呢有两个，一个是西巴岛啊，就是那个西巴辣，然后跟一个是扑克牌。你选择你一定要玩游戏，然后呢，总共呢最高有4轮，你可以选择你要玩1轮就好，还是玩3轮就好，还是玩4轮就好。不做效果，绝对会把你的钱拿走。我其实只玩过这个，所以我们就玩这个。好，好，十八辣的部分。所以呢，你要几轮？4轮，四轮就是4轮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轮你要赌多少？就1000，我都是1000。第一轮我来。哇，哇是这样吗？我感觉我会输，这有点大。哎呀，我完了，好去了。第一轮我们赢。1000块不能太开心。第二轮有我们的周周，好嘞，周周这个，哎，哦，运气部分，哇，哎，9点的，哇，好，啊，这就输了，哇，哎，2000块入账，认真骰啊，曹县，被罚了，哎，5点，哇，对啊，还好你要过完的，好好过完了，11，哎呀，最后一局。周周，加油！爆失败，哎，9点，总分好一点吧？4点，我10点，十点，十点，是10点，10点呢？平手了！感谢支持。
进度零啊！等下下一站，来，我要 Andy 老师来啊！这一局我们为了要在地化一点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全场要用台语讲。哇 ！A 告 A 告，我是 A 告。不会啊，你应该 OK 来赛来赛来赛。我北赛，那 Andy 老师他选择的是这个三面伞，就比大小。嗯，那我们都是比大。那他还想要玩扑克牌，他要玩21点。我们的扑克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所以你一共想要玩三轮还是两轮？三个。我先吗？好。哎呦哎呦！头顶讲拜过，然后要讲这个手气足红的，哎呦，我看到两千就四千的，哎呦，加油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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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气气，哇，来，老婆换你了，哦，谢谢，哦，哇，今天谢谢，没等嘞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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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白爱上比赛一点嘛，好，来，那分可以先来。爱加无？加，加哦！你加了有蹦无无？袂加，我来袂加。袂加哦！袂加。你加无？加。你加了哦？你蹦哦？我来蹦两拍。有你加无？加。加。蹦。我蹦完咧，佮加，佮多两千。哎呦！来哦。你蹦不？你蹦没加啊？咱 A D 老师，加加。哎呦，你蹦没啊？你蹦啊不？哎呦，这个是当一嘛，或者是一或十一都可以。歪加，哇，歪加哦。这真的很难哎，我思考一下，我思考一下，哇，这很难哎。来啦，真的啦。今天给我这，我是16。16，那你蹦啊？站起来，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下一站 go！ 我好紧张哎！但我们是真赌，我们是真赌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要先玩什么？先玩最简单洗发岛。好，那你要玩几轮？三，那就是三把。好，可以。三把。那决定先，有请。我先，好，来哦。哇！我手。哎呀！哇！立线。我扛，好，我扛。有线椅子来是不是？七点。好。哇。第二轮，你要赌多少钱？我一再赌一千出去。哎呦，多少？拜托。啊！很大哎。这是大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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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。就看你这一轮要不要来一点大的，或者说你想换个游戏也可以，直接比大小。那你要比大还是比小？好，比大。好，比大是不是？一样是一千嘛。一千三，我一千块。二一，谢谢你。我看你们这支影片，就是最上面抬头写说感谢杰林赞助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过年被抢的感觉，各位以后不会再接你电话。好啦，谢谢杰林。再一千块。来到了阿乐的家。又来被削了吗？我红包了。不可以，我要守住。来，第一局你要压多少钱？我先1110。好，客气的，客气啦，客气。好，那你要玩哪个游戏？第一个，比大小吧。好，大还是小？先讲大。好，好，准备3、2、1。我靠！真靠你了，真靠你了，真靠你了！虽然开车太辛苦了，那就2000嘛。哎呦！哎呦！好可怕！你要比什么？那就洗发岛啊，这个看起来很好玩。不要！哦，还好啦。5点啊！干！还是回归扑克牌好了。我想到我要再拿出2000。看你啊，比大。比大好。比大。3。
3、2、1。好了，祝大家如虎添翼啦，好不好？耶、太艰困了吧？最后一个人，你要读几轮？4轮。好，他一定是人的，不用講。然后每一轮的金钱呢，是1000到6000，最少1000，最多6000。6000啊！我靠，你看他，大魔王，大魔王，不然嘞，来，我们就先洗白啦。洗大小。哎呦，8点，8点，哦，这个压力好大。来，走走。8点，那就是平手，平手，那就平手，就再甩，就换你再甩，再甩。哇，压力好大、哦。哇，9点！哇，9点，怎么赢？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善财童子是不是？好爽啊！来吧，抽一张比大小。啊，哇塞！这么快，我都还没挤完就抽了。就，你先。这人赢到6000块都无所谓。哎、啊，无压力了，来了！我要反击了，我要反击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开！啊！我操！给尊重！哎、欸！那最后一轮，我觉得你先。好来，你无压力。哇，3点！哇，很难耶，这个。来啦！啊！这边是12000，这边是秒死今天上这个节目的通告费。哎、欸，不错不错。对，不是领这个，不是赌博的，不是赌博，不是赌博。来，你退一下你的通告费。12000。1、2、3、4、12，对，差不多赚钱要分红，这个就报给星星了，好不好？毕竟这个拿走了，我怕星星也是营养不良啊。哈哈哈哈哈。还是感谢秒死。耶、yeah, ，谢谢。新年快乐！好的，我们今年过年去拜访大家，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之余，也发了红包，感谢他们。那我们今年总共发了多少钱的红包出去呢？哎，我总共发了15000块钱。Oh my god！ 好，总而言之呢，希望今年的各位呢都可以发大财。那大家要宣导一下，平常不要就是赌博，不要互相发红包。应该说小赌怡情。对，小赌怡情，大赌移民的达哥说过。大赌移民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是玩好玩就好，是这样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互相包个红包，这样就算了。好啦，那就新年快乐。四个一样是怎么样？四个一样就是我们就美，就美了，就通杀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会赌呢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没有，你平常在干嘛、啊？他很懂哎、欸，他每个都懂玩哎、欸欸，你平常在剪片的时候，他可能在赌，线上在跟人家赌盘。我们家过年喜欢玩洗发蜡啦，以为是个狠人，换个知识型的，你知道比较没有那么嗜血的，我以为我们会拿一点钱回来，没想到没有做点效果而已。他用知识的两轮赢回来了，去了。第一把是由你获胜。哎、欸，谢谢。怎么可以啊？三轮，你怎么那么？就大概这个好你哈，哎呀，好头好尾好牙就三台，哎呦，容易啊，咱在台湾内用钱就是无头，嘿，咱今仔为倒位行，要去台北行还是？台北小孩要去流浪了，等于说一说，背包款款的没走啊？好，我来，我扛，好，你扛，对的，大斧头耍耍耍。已经输一次6000了，还是你？对对对，我爸敢输，跳多久？两位？哇，你们两个有多衰？所以我不赌博的。我们真的是发财，因为我赌博就输钱。财神爷。但我昨天德扑也赢了20000。你太顽强了吧！你太顽强了吧！